青黄瓜，对对，去头，然后磨，磨了之后就会出现这些皂，这些白白的。我也不知道以前是谁教我的，我每次切黄瓜就这样，然后它就比较少一点苦涩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掉它。切掉它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。然后我的垃圾桶呢，其实就是那个，因为这个吃完了，这吃完了，然后拿来做垃圾袋。因为其实现在要响应环保嘛，就这样子把它 zip 起来，然后它就没有味道出来了。哦，这一条的还比刚才那一条还多耶。了，接起来丢了。